进站了，进三千来了。我是钢管列车长，来吧，2014年8月27号，树林站哦，好感动。9:56的白色车是877E次哦。树林八车经由三线，开往丰原的，用三型3001皮弹道5号车辆编组在树林站始发站。时间应该好，谢哥完成了，拜拜。超感动了，我的877E次，877E次终于进站。来一个五号的605B次。877E次试运暖列车树林八车经由三线开往丰原的，用三线型3001十二辆编组的皮蛋豆腐号，在始发站树林站停靠，然后218次就北回线花莲的普悠嘛，以及605次就北回线靠树林的141单电头加八姐复兴号，谢谢各位。那下面干嘛在门多多电门打激光片，等等了，拜拜。超级感动的，我的877E次在树林站停靠，未来的新城际列车三千系。上面才是显示877E次吧，那就，那拜拜。